来人了！去吧，赶快去！我去了啊！哎，我不回来不准生啊！来，师傅，大师兄，快来！师傅，来哪路货？ 我见你就知道了，待会儿机灵点啊，没问题。嗯，走。列队站好！乡亲们，我们是日本国大河班杂耍团，今天我们是慕名而来，早就听说。 仙人铺是中国杂耍之乡，我们特来向各位拜师学艺。师傅，日本人，仙人铺的名声连日本人都知道。就是啊，组长，看来是同道之人，放他们进来吧。对，放他们进来，比划比划。对，比划比划，比划比划，组长，我们咏春班刚从南洋回来，那里人都说。 日本国想霸占整个世界，我看这伙人呐来者不善。哎，师傅，他们喜欢咱的玩意儿，咱可不能自个儿冷了场子，不是？对呀，师傅，我们在东三省见过他们对中国老百姓可狠了。组长，是怕他们不是来捧场的，是捧场子还是砸场子？放他们进来一试便知道了。我们仙人铺从来不亏待杂耍道上的朋友，不让人进来，显得咱没度量。 传出去，让江湖人笑话。是啊，师傅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不让人家进来，咱们输理呀。嗯，我仙人铺自古有规矩，只让道中人进村，异路人概不收留。我们确确实实都是杂耍班的，既是练家子，那就该懂规矩。要进仙人铺。 先过仙人桥。对，先过仙人桥。阿主，我来吧。走钢索本来就是大河班的基本功，不能让中国人笑话。嘿，有两下子。 真练过！哎，师傅，人家真练过！哎呦，哎，厉害啊！是，拿着，啊，足量强，是啊，就是，你看看。
道可不地道啊！是啊，哎，湛海，咱仙人铺人得有气量啊！这位朋友，承让了。嗯，仙人铺的杂耍技能果然是名不虚传的，客人身手不凡，果然是杂耍界的高手啊！请教尊姓大名，在下石井胜男，石井先生。请你的车队进铺。嗯，湛海，哎，吆喝一嗓子，贵客进铺喽！请请，这里是俺们祠堂，今晚你们就住在这儿，待会儿各家各户会把被褥抱过来。啊，谢谢族长先生。这次我和我的大合伴来，是想跟本村的各位高手切磋一下技艺，以便相互交流，还望族长阁下应允。好说，明儿一早就在吕祖庙里比试，我们也想见识见识日本国的功夫，开开眼界啊！好，不敢，族长阁下谦虚了。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礼物，还请族长先生通知全村的乡亲们，明天早晨都在祠堂集合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啊，那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一定把大伙儿都叫来，一个不落。好，啊，谢谢。那好，你们歇着，啊，告辞。我送。嗯，请。尊祖阁下，嗯，看来一切顺利。不，这只是第一步，一切还得看明天，不可大意。先生，我听说中国清朝有一个皇帝赐给仙人铺一只银碗。石井先生，那银碗可是我们仙人铺的镇铺之宝啊！当年乾隆爷在北京天桥看了通天手于七的玩意儿，龙心大悦，赏了一只银碗，还说这银碗在谁手里，谁就是天下杂耍第一人。这一百多年来，这只银碗愣是没出过仙人铺。哦，族长先生，在下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不知能否把这只银碗赐在下一看？这回你是瞅不着了。这只银碗呢，由华永班保管着，他们现在在保定住园子，也回不来。华永班？这个华永班不光是我们仙人铺第一，还是保定府第一。啥第一呀？两年前我们在南阳啊，就没跟他比。那四年前你们也没赢啊。四年前这还有这么壮吗？今儿个在桥上的身手大伙都看见了，四年前他有这么猛吗？师傅，甭说这么多，今年打擂的日子就在眼巴前，咱们俩把银碗夺回来。那明天我们先比试比试如何？正等着呢。师傅，人家可下战书了。好啊，嘿，那我们抖起精神，好功夫候着。轻点轻点，快点快点，轻点轻点。湛海啊，我这心里一个劲儿的打鼓，看来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哼，甭怕师傅，
明儿个比试，我第一个上。好，哎，嗯，哎，苏师傅回去。师傅，师傅，我差点点。慢点啊，慢点。真奏阁下，怎么样？一切正常吗？正常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好，马上给吉谷将军发电。嗨。尊敬的将军阁下，我部已按照原计划成功的进入仙人铺，并已经取得信任。仙人铺地处深山，易守难攻，风景优美，不愧为我大日本帝国实施天使计划之理想之地。明日将设法召集全町村民集中，是采取行动的大好机会，请将军阁下决断。回电。命一部按计划继续，我正在保定应届勇气凯旋。嘿，哎呀，媳妇儿，咋还他娘不生啊？哎呀，咋生个崽儿这么难，急死个人了。哎呦，瞧你这火急火燎的，哎，火燎了你的屁股了。哎呀，快走走走走走。娘，你娘，我等着。娘，哎，你真是的。俺这个硬活呀，肯定要硬啊！如果不硬，哪要甭理他啊！咱接着聊这个硬活，这硬活呀，你有完没完呢？老爷，你去看看龟田他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是。好，真不错。哎，好，厉害啊！娘，要不我出去给他们献一出刀劈活人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呀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省得在这闹腾，让人心烦。得嘞，媳妇儿，跟你上啊。娘，装神弄鬼的玩什么幺蛾子呢？混蛋！哎，朋友，骂我，太不识逗了啊！能你的惊喜的不信，住手！嘿，你的乖乖的出去。杂耍行当的规矩，不偷不盗，想学艺先拜师，我不看啊！哎。好好准备准备啊，一会儿让你见识见识真功夫。呀！干什么？小样还挺有劲儿。哎呦，真不错。好，好，好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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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乡亲们，咱们自家的玩意儿献的也不老少了，现在该远道来的客人露两手，让我们见识见识。石井先生，请。好。各位乡亲们，那我大河办先炒了。啊，班总，村野他们还没有回来，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只有拖延时间。走吧。
们到底是来干啥的？当真来较真？叫到祖宗头上了啊！真会找地儿，贼胆不小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看神了，神了呀！哎，别没事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个好，真厉害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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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你大爷吃饭的家伙，砸我饭碗！我陪你们几个玩玩，让你们看看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！来，干掉他！呀！好功夫！好啊，好啊！别跑！出来！上来啊！你个混蛋，上来！张三军，他没有面具，我们俩走。面具。王班主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无愧于中藩王的称号，事情甘拜下风。王班主，族长先生，各位父老乡亲们，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最精彩的节目。走走走，去看看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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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看看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走走走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不知道，师傅，他们到底干嘛呢？啊，就是啊，这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哎，他们干嘛呢？不知道。
哎呦，你看多像湛海小时候啊，真好，真白。行了，你呀，好好歇着，我走了啊。大姐啊，今天啊可真是辛苦你了。哎，哪儿啊？徐大娘，多谢了。哎，见外了不是？咱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你忘了，你家湛海那还是我接生的呢。那可不是吗？关键是耽误你去祖庙里看玩意儿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我呀这就去，兴许还能看见几出绝活呢。闺女，好好歇着啊。多谢了，徐大娘，慢着走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别送了，赶紧回去抱孙子吧。老姐姐，你可慢着啊，我走了，辛苦了。快回去吧，你慢着。哎呀，走。鸡蛋的红糖水呀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娘，你拿去啊！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吓死我了！一身凉气的，你快出去出去，别凉着媳妇儿。娘，赶紧走。走啥呀？你的儿子刚生，是个大胖小子。你看多稀罕人啊！没工夫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给我！湛海，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你媳妇儿刚生。娘，日本杂碎在咱们村子里边放鬼气杀人。全死了。啥？杂种们不是来拜师的，是来灭村的。啊，那媳妇儿快。鬼子寻上门来了。仙人铺压了你们风头，真海，别问了，快走吧。这啥玩意儿？咋这么厉害？是不是鬼气？说，说呀！娘，肚子疼。真海，你媳妇儿快撑不住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！走，快走。别哭，别哭了！孩子，湛海，你想捂死孩子呀？湛海，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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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媳妇，快走！快走！快！娘，快走！快走！情况，报告长官，这里已经搜过了，没有发现凶手。进去看看。哎。
哎。